我叫 Valerie， 花名叫 Valc， 我今年18岁。我的兴趣是跳舞、唱歌、体操、排球。我小个就参加了很多校队，所以就很喜欢玩 sports， 但最后尾就揀了跳舞为主，即是自己为自己的所谓梦想追求很多东西，所以我明白要经过一段辛苦和努力的时间。如果用三个字形容我自己的话，我会说我是一个 straightforward、hardworking 和 passionate 的一个人。我觉得青春是finding yourself， 即係無論是你的性格啦、你的所謂的 style 啦、你的喜好啦，即係你中意啲咩，我覺得呢個是青春，即係幾多歲都可以做青春㗎。其實都未，即係我自己想要啲咩都未係確實，即係我有過呢、這個，即係有過好確實嘅諗法啦，但係就會俾其他啲嘢 shape 咗啦，所以我都係想揾到自己嘅答案俾自己，所以先做咁多唔同類嘅嘢。之前個諗法就係想做一個 dancer 啦，做咗 dancer 之後就想試下做排舞師咁啦。咁所以而家我行嘅路線係完全唔一樣啦。但係我覺得趁後生啊，就乜都試咗先。我就是青春。